接下来介绍一个蛮重要的图解方式、哦、Venn diagram， 这个 Venn diagram 可以方便的让我们用图的形式来表示集合与集合之间的关系。看一下集合 A 跟 Universal Set、哦、Universal Set 我们用 U 用一个方框表示这是所有元素，所有合理元素所构成的集合，我们就叫 U。好，那 A 啊可能会是这个所有元素里面的一个部分集合。好，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形式啊把它画出来、哦、譬如说各位是资工系的学生， 但是修我的课的资工系学生 A 会是某一个部分集合。好的，那我们就用这样子 Venn diagram 来表示好集合跟 universal set 之间的关系。譬如说我们给一个例子， U 是这样子20个 element 所构成的集合，它是 universal、哦、所有的元素就这么多了。那其中啊我挑出这些叫做 A， 那很显然的你就可以用刚刚介绍的 universal set 画一个方框，然后 A 集合画一个圆圈，把 A 集合里面的成员啊列举在 A 里面，那其他的散布在 U 和 A 之间，那就画出来了。这个是 Venn diagram 的表示法。那如果给两个集合呢？好，我们就看看一样 universal 是1到20个数字，集合 A 和集合 B 分别有这么多 element， 那我们就利用图画出叫做 A 集合的成员和 B 集合的成员哦、用两个圆去把它的内容啊、哦、这个、标示出来。那你会发现哎，老师我用 Venn diagram 就很好去找到，假设后续有一些应用各位已经猜到了、哦、你会写 A 交集 B 或者 A 连集 B， 其实后面还有更多我们后面再正式介绍。在 Venn diagram 的图示之下、哦、一览无遗，你可以很清楚的就把交集的结果和连集的结果、啊、呈现出来。好，那刚刚提过这是一个集合的画法，这是两个集合的画法。好，那如果三个集合我们可能怎么画呢？给各位做一些图示哦，这是三个集合可能的画法，那画出来当然很对称对不对、哦、你也可以发现有这样的画法也可以跟什么跟我们一些叫做 truth table 的表示法、哦、连上关系。诶，怎么叫 truth table？ 各位如果我把所有的元素啊在 A 里面的我都给一个编号，注意看在 A 里面嘛，所以它的第一个 bit 都标示成一，都标示成一，都标示成一，都标示成一。那 B 集合的啊、哦，是属于 B 集合的，我们就在第二个 bit 上把它标示成一，一，一，一。那当然这个没有在 B 集合里面，它当然就是零了。是在 C 集合里面的，在 C 集合里面的，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来表示的话，就发现 C 集合的第三个 bit 都会是一，其他第三个 bit 不在 C 里面的都是零，你就会发现它跟我们经常用的那个 truth table 啊、哦、命名方式会有点像对不对。好，所以用 Venn diagram 其实就开始有很多的想象、哦、很多对应的关系。这是三个集合，请问四个集合我这样子去画绘出它的集合关系，这样是对的吗？千万要小心、哦、Venn diagram 到了三个集合非常直觉，可是到了四个集合啊，不可以直接把三个集合的画法对称地画成四个，这个图是错的，这是图是错的、错的理由很简单、哦、我们应该四个集合会把这个区域啊切出16个等份。老师为什么？哎呀各位看啊，我们这里是不是有 A 集合？各位看 first bit 为1，
不在 A 集合的 first bit 就为0， B 集合 second bit 为1， C 集合 third bit 为1。那完全都不在集合里面的，我就会有000。那你去数，这是三个 bit， 每一个 bit 啊可以出现0和1，可以出现0和1，总共有几种变化？2的8次方。请问，我是不是在这个图上找到了？抱歉啊，你看我老师写快了，应该是2的3次方是等于8。那在这三个集合，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区域切出8个没有交集的部分？哎，这八个，总共有8个，对不对？我们用3个 bit 来做编号。那4个集合呢，应该要把这个区域啊切出2的4次方，等于16个区域。可是目前这种画法并没有办法把它切出16个区域。哦，我们很快的写一下好不好？1、2、3、4、5、6、7、8、9、10、11、12、13，再加外面的14。哎呀 ,14 不够啊，不够啊。哦，这样的画法是不对的。那我们怎么画呢？哎，这个画法是对的，各位可以数一下。各位可以数一下哈，四个集合对 U 最多区域数的分割，我们可以这样子画。各位数一下，从一、二，循着它的标号，哦，它的编号去数一下，三、四，你就到最后数出16个，哦，不同的区域，总共会有16个。哦，这是课本提供的画法哦，标准就在了哦。各位看这个三个 A、B、C， 对不对？书上是标 BCD 啦，这三个圆圈是 OK 的，可是 AR 它就是跟每一个圆圈啊都有交集就对了，跟每个圆圈哦都会相交。好，这样画法好像还是不容易理解，对不对？我们提供给各位其他的画法。各位，这是四个集合切出区域的16种分割方式，哎，这个也 OK 啊，用这种画法也蛮棒的哈、哦。老师标一下好不好？1、2、3、4、5。那这个很显然就是，这是空集合，2、3、4、5分别是只在一个集合里面的成员。再来6，在两个集合里面的成员，7、8、9、10、11，在三个集合里面的成员，12、13、14、15，在四个集合里面的成员，16。OK， 数完了，你总共有16个区域。这是一种标准的四个集合的 Venn diagram。好，各位可以循着这个 link 啊，来找到相关的资料。还有一种形式啊，也不错。各位看，哎，这是原来三个集合的画法。我们把它画完之后啊，画一个变形虫的圆，变形虫的哦，那它跟每一个区域都有交集，这也可以哦。那你会发现这种画法也很好扩充，怎么说？来，哎呦，有看到它的区别吗？各位，原来是三个集合画完之后，用一个变形虫的圆，让它跟每一个区域都有交集。那接下来呢，你再做一个变形虫的圆，各位看哈，这个是草绿色的，它就跟每一个刚刚切出来的区域啊，又有交集了。好，以此类推，我就可以再增加一个淡紫色的变形虫，让它跟刚刚分割过的每一个区域又再有交集。OK，OK， 好，那再往下，各位可以看出来，其实蛮复杂的哈。我想各位在高中阶段对 Venn diagram 的认识哈，大概是止于三个集合。那四个集合以上的，各位要知道哈，其实也有还蛮不错的画法。那这是另外一个系统，
这是另外一个系统。好，首先我们就做一个集合的画法，再来做第二个集合的画法。那它的标准就是跟第一个集合的所有区域要有交集。再来第三个集合的画法，也是它跟刚刚两个集合的所有画法有交集。再来就是第四个，它是一个绿色的这个形状哦，两边凸出来的一个椭圆形哦，两边凸出来。OK， 那这样子可不可以再扩充呢？可以啊。哦，那原则是什么？要跟所有已经现有的区域要能够有所交集哦。所以看蓝色的曲线，它就跟每一个已经切割过的会有交集了。那以此类推可以吗？可以。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桃红色的曲线，它又对每一个区域都有所交集了。好好，以此类推好不好？哦，那这边是一个简单的动画，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哦，怎么样保证它跟已经存在的区域要有所交集。好，你可以用这个链接找到相关的资料。我们把刚刚发现的性质啊整理如下：给 n 大于等于一个集合，在 Venn diagram 里面最多可以将整个 universal set 分割成二的 n 次方块区域哦，这个区域是没有交集的哦，是独立的区域。好，那其实怎么去证明啊？数学归纳法好不好？这用数学归纳法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做完证明。好，我们再往下看，有了 Venn diagram 以后啊，这些集合的基本性质啊就还蛮好表示的咯。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原始定义哦，我们会定义什么叫做 union 连集，什么叫 intersection 交集，这两个各位很熟了，但底下恐怕各位不常接触，叫 symmetric difference， 叫对称差，对称差。再来会有 difference 哦，这是差。好，那连集我们就用 A 连集 B， 那它的简洁形式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是由那些 X 所构成，满足什么性质呢？ X 在 A 里面或者 X 在 B 里面，那我就可以把它叫做 A 连集 B。 好，那一样的道理 哦，或改成且的话，就是 A 交集 B 咯。它是什么样的成员呢？它一定要在 A 里面，而且也要在 B 里面。哦，那什么叫对称差？没有见过，对不对？它的符号是 A 对称差 B， 好不好 ？A 对称差 B 是什么东西呢？是那些元素，但是那些元素啊，在连集里面，但是不在交集里面哦，这个叫对称差，在连集里面不在交集里面，叫对称差，好不好？好，再来 A 可以 A 叉 B， A 叉 B 啊，有的符号有的书是用这种符号，那基本上它的成员就是那些在 A 里面，但是啊，我们就直接写且好了，就是反正不是且就或嘛，我们就直接且 X 不在 B 里面。不在 B 里面，在 A 但是不在 B， 我们就是它的差集啊，在 A 不在 B。 好的，对称差比较陌生，对不对？稍微记一下，在连集里面不在交集里面。好，那如果我用 Venn diagram 刚刚的几个定义哦，非常清楚了， A 连集 B 啊，我刻意标上区域的符号的话， A 连 BA 连集 B 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就是蓝色所显示出来的区域内容就是 A 连集 B。 那 A 交集 B 呢，就是二这一块哦，也是蓝色显示的这一块。那对称差是什么东西？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在 AB 里面但是不在交集里面，在 A 连 B 里面不在 A 交 B 里面，所以是一和三的区域里面的内容。A 叉集 B， A 叉 B， 那就是一号区域，但是不包含二号区域，而一号区域当然就不包含二号区域哦，所以这是蓝色的部分。
所以这四个运算应该在 Venn diagram 之下，在它的辅助之下，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那这是一个叫你求连级交集对称差和差级的一个小练习，好不好？那各位这个很容易，各位就麻烦稍微自己看一下。下面把它具象化，因为集合可以是任何只要是定义明确的成员就可以。所以像这个它是自串，可是你看得出来它大概就是一个科目，所以这是校具课程的资源。那列出两个学校，这是第一个学校，这是第二个学校，它开了一些课。那把这个通识课啊，所有的通识课其实就要求什么？求连级。好，两校都有的就是求交集，只开在其中一校的那就是对称差。哦，这边就开始有对称差很具体的应用，只开设在其中一个学校的。好，这个学校有他自己的课，这个学校也有他自己的课，那么只开在其中一校的就是这一块区域啊，就是这一块区域。那很显然你要求的就是对称差，好不好？对称差。往下看，哪些课是第一大学有开而超级大学没有？那就是有开的假设叫 C1， 没有开的叫 C2， 第二个学校叫 C2， 我就 C1 扣掉 C2 或者用减掉 C2 做差级就对了。好，还有更多的运算。定义11就说 A 的 bar、我们念成 A 的 bar 或 A 的 complement、我们叫它叫做补集合。那补集合是什么？是那些元素可是不在 A 里面的叫做补集合，也可以写成 universal set 扣掉 A 啊。就是不在 A 里面那些成员啊，叫补集合。那接下来 power set 各位已经认识过了、power set。 那 power set 的成员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那些 X， 而 X 是 A 的子集合。这样写是 OK 的、但是为了要强调它是子集合啦、有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 OK， 既然它是部分集合的形式，我就把它写成 B 啊。那其中 B 要包含于 A、因为通常我们用小写字母代表元素、但是我们用这个东西啊代表大写字母代表集合。那既然 power set 是叫做所有子集合所形成的集合嘛，所以子集合啊本身的形式也是子集合，所以我们啊就把这个小写换成大写。OK， 都好，这两个都是对的，好不好？接下来就给各位做练习喽。这边是 universal set 是整数的话，那么 aj。就是 J 可以是1，可以是2，可以是3。那这个 J 带进来、那就是绝对值小于等于1，绝对值小于等于2，绝对值小于等于3的整数有哪些？我想这个大概不难，你们就列举一下。那 complement 呢？那 complement 就那本来是要小于等于的、它的 complement 就变成大于了，好不好？就大于了。OK， 那大于要列举就不容易了，所以 你就可以用什么？精简形式来表示。往下还有一个定义、这个运算叫做 mutually disjoint， mutually disjoint、各位看、给两个集合 A 和 B， 对不对？如果 A 交集 B 啊等于空集合，那么 AB 就是互斥 mutually disjoint。 disjoint 就是各是各的、我没有交集的、没有交集。那你画图的话也很这个 A 和 B 它的交集是空集合、这是 universal set， A 和 B 是空集合，那这个 AB 本身就是互斥、简称 disjoint、如果更多啦，因为 更多是 mutually 是两两的意思、如果我给三个集合 A 这个那 AB 就是 A 是 B 是 C， 那
AB 是互斥， BC 也是互斥， AC 也是互斥，我们就可以讲 A B C mutually mutually disjoint、彼此之间是互斥的。 OK， 那这边就告诉各位看看互斥的性质了、那这个 也容易，各位就麻烦看一下看一下。第三，给任何的集合，两个集合 A 和 B，A 与 B 互斥，弱且为弱， A 连及 B 等于 AB 的对称差，看起来不是很直觉、不过我们就尝试来做证明。因为是弱且为弱，我们回想 A Alpha 弱且为弱 Beta、最好的证明方式是弱 Alpha 则 Beta， 而且弱 Beta 则 Alpha， 那个弱且为弱就成立了。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命题的形式啊先写下来， A 与 B 互斥，这是 Alpha， 那它可以推导到 Beta 吗？ Beta 就是 A 连 B 等于 A 对称差 B， 反过来 A 连 B 等于 A 对称差 B， 可不可以推回 A 与 B 互斥？我们就分这两个方向。什么叫 AB 互斥啊？那就是没有交集啊，这交集是空集合，所以 A 与 B 互斥 by definition 由定义可知 A 交集 B 是空集合。那我们用叫做 Venn diagram 可以很快的图示看到、A 交 B 是空集合的话，那就是这蓝色的区域、A 交 B 是空集合。好、A 交 B 是空集合，那就有趣了。那什么叫做A 对称差 B？ 那就是在连集里面，而且不在交集里面。那些交集是空集合啊，所以 X 不在空集合里面。这会不会有东西在空集合里面啊？没有啊，所以也没有这种 X 啊。所以这里面就没有东西啊，所以 X 就属于 A 连 B 啊。A 连 B， 那因为 X 不会在空集合里面嘛。那 A 连 B 的任何成员都不会在空集合里面啊。OK， 所以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就是 A 连 B。所以如果是互斥，你一定可以推出 A 连 B 就是 AB 的对称差。为什么？因为看图啊，因为它的 A 交 B 是空集合、所以他们两个的连集没有包含这个部分，那就是没有二这个区域啊。好的，那就直接就是 A 连 B 的结果。A 连集 B 的结果，再看再看，倒过来呢 ？A 连集 B 等于 A 对称差 B， 我们可不可以推出 AB 互斥呢？好像就直觉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 A 连集 B 啊，这个里面有没有包含 A 交集 B 的部分？有啊，但是他又告诉你说，在这个对称差里面又告诉你说，他的 A 交集 B。根本就是没有啊，他就是没有啊，对不对？他们会相等，那就表示他没有交集啊。他如果有交集，这就不会相等啊。那他竟然 A 交集 B 是空集合，那我就推回来了就是 AB 就是互斥了。OK， 所以虽然看字面上不直觉，但是你用 Venn diagram 画出来，他就又非常直觉了所以 A 与 B 互斥。disjoint， 我们就直接画吧。A 与 B 互斥，一定是这个形式啊。A 与 B 互斥，那这时候你要去求连集，跟求它的对称差，两个就一模一样啊。什么？就是 A， 就是 A 连集 B，A 连集 B，OK。这是定理 2.3。往下我们又有集合的运算了，就认给集合 AB， 那么 A。对称差 B 可以写成 A 差集 B 再连集 B 差集 A， 这个好像又直觉了，对不对？直不直觉？还蛮直觉的你可以就导一下，假设我们说 H 就是 A 差集 B， 然后呢后面的 S 啊是 A 差集 B 连集 B 差集 A，
那我们要说相等嘛，那相等就是什么东西？ H 有没有等于 S 啊？ H 有没有等于 S 啊？怎么证？就是 有没有包含于嘛，对不对？有没有彼此包含于？哦 ，S 也包含，如果有，那么他们之间就会是相等的，所以我们要证的就是证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同时成立。好，那我们就会发现，好像直觉了，对不对？是直觉了。为什么？因为 A 对称差 B， 就是在 A 里面，不在 B 里面。你画出它的 Venn diagram 的话，就是在这一块，不在这一块，在这一块，不在这一块。好，那 A 差级 B， 那就是这一块。哦，我们假设就叫它叫做 Alpha。B 差级 A， 那就是 Beta。那 A 对称差 B， 本来就可以写成 Alpha 连级 Beta。那现在 A 差级 B 连级 B 差级 A，exactly 一模一样，好不好？哦，它是确实一样，定理二点四。往下看，那集合之间有交换率哦，先连集，A 和 B 做连集，跟 B 和 A 做连集 ，A 和 B 做交集 ，B 和 A 做交集，哦，是可以位置互换的，我们叫做交换率。定义 2.13 有一个特别的符号，各位看，这个念作 psi 哦。令 psi 表示某集合运算的一个等式。那集合符号中啊，有这个 universal set、empty set、a complement、b complement 都可以出现一次以上。哦，有一个等式啊，哦，它这些符号啊可以出现一次以上，但它运算符号啊一定是交集和连集这两种。好不好？哦，它的运算子只有交集连集，运算源可以是这里面的任何一个。那么我们就说 side 的 dual equality 叫做什么呢？叫做 side 的 dual、哦，把这 d 啊写在它的次方的位置，哦 ，exponent 的位置。那它就可以这样子变换而得，就是给一个等式叫 side， 你可以写成它的 side。Dual equality， 那其中 universal set 就改成 empty set，empty set 改成 universal set， 交集改连集，连集改交集，那么你就可以从原来的 side 变成后来的 side 的 duality。好，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好，刚刚的定义就允许你当 side。是 A 连集 universal set， 那当然就是 universal set 了，因为 A 本来就在 U 里面嘛，那你要去连集比你更大，那就是更大的。好，那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它是等式了，对不对？它是成立的，我们直接说它的 duality 也会成立耶。它的 duality 是什么？是 A 造写 A。U 造写啊，不行 ，U 就改成什么空集合，这个 U 也改成空集合，那这个等号依然成立，可是运算符号这是连集改交集，之后我们会告诉你它成立，它也一定成立，这就是叫做对偶等式啊 ，dual equality。再看一个，如果是这个形式啊，这个等号对不对？这个 complement 可以写进去。那他把它 complement 就变交集，他这个哦，逐一的把它 complement 就得到这个结果。可是它的 duality 是什么呢？我们就这样写啊 ，site 的 duality 是把这个等号里面的所有成员啊，都这个符号都照旧，但是运算改变。符号照旧啊，所以这个符号，但是这个要变，运算要变，这个运算要变。好，各位写完了，而且写完了，这个成立的时候，这个也会成立，哇，好厉害！再看一遍，
这个是空几何，等于哇，后面一连串，好不好？哦，感受一下啊，就是这个都要交集，那就没有东西。那它的 duality 是什么？就要把这个改成什么 universal set， 这个呢，运算改掉，其他照旧。好，我们就写出这个结果了。哦，空集合改成 universal set， 然后运算改掉，其他字元照做，这就是它的对偶等式。哦，对偶等式。那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 principle of duality， 哦，对偶原理。哦 ，principle of duality。刚刚讲说 psi 是成立的，那么它的 duality psi 的 d 也一定成立，好不好？它是一个 principle 哦，我们就不详细证喽。哦，不是 principle 非常好用啊。好，比如说这个式子里面，哦 ，a 连 b 连 c， 跟 a 连 b 再连 c， 结果会一样。如果用 Venn diagram， 其实还蛮直觉的，就是 A、B、C， 对不对？这是 universal set， 这是 A、B、C。你先做 B 连 C， 就拿到 B 在 B 里面，也在 C 里面。然后再连这个做 A 去连集这个的连集结果，那就是这个啊，跟什么先去这个顺序没什么关系的，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式子是成立的。一旦成立之后啊，各位看这个式子是不是它的 duality， 所以你只要把它的运算符号把它变掉，它成立了，那它的 duality 也成立，好不好？哦，所以你只要证一个，另外一个就成立了。所以 duality 在我们做证明的时候是相当相当的有用。那这个是分配率，各位看一下哦，我的连集对交集有分配率，对，这是分配率。那可不可以透过哦？可以，这个成立的话，这个、也会成立哦。我们用 duality principle 就可以证一个，另外一个就成立了哦。那这个是Idempotent law， 哦，幂定律。他的意思说，连集就是自己啊，交集自己跟自己交集也是自己。好 ，OK， 吸收率，各位也一样哦，只要上面这个成立，第一个成立，第二个也一定有成立，因为他们两个彼此是 psi 和 psi 的 duality 之间的关系。OK， 好，好多性质，对不对？好，再看这个就是 complement 的性质啊、哦、，complement 两次就是自己了。哦，对，叫做空集和 empty set 做 complement 就是 universal， 相反也成立。那集合跟非集合 complement 就是不在集合里面元素啊，做连集就是 universal set， 对不对？那它的叫做 duality， 哦，也就照写，但是运算改变，那它这个 universal set 就变成 empty set 了。OK， 这是一大堆集合的运算哦。那这个像这里哈、哦，就可以给一些实际的例子。这个 A 交集 B 的 complement 跟 A 的 complement 连集 B 的 complement 有没有关系啊、哦？如果你用叫做 principle of duality 的话，好像看不出个所以然，但是其实你用 De Morgan law 哦，这个 complement 其实就是把这个 complement 放进去，再把它 complement， 哦，一模一样哎，一模一样。好、哦，那这 De Morgan law 是对的吗？我们先从例子来做推演哦。好，我们就试着看看这个 A 哦，我们简化成。它是在 universal set 里面，而且是3的倍数，这个还算明显。B 呢是5的倍数。好，那么 A 交集 B 的 complement 其实就是 universal set 扣掉 A 交 B 的所构成的集合。A 交集 B 是什么？是又是3的倍数，又是5的倍数。那你把全部的资料
减掉又是3的又是5的，那跟什么？跟后面这个叫做不是3的或者不是5的，不是3不是5，那不就是对，这两个是一样的，对不对？连几，所以我们就说了 A bar 是不是3的， B bar 是不是5的，那么 A bar 跟 B bar 的连几那就不是3或不是5、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说它是 universal set， 但是它不是15的倍数。不是15的倍数，那不就是两个同时成立吗？所以是15的倍数，不是啊。 OK， 好，刚刚的例子啊，其实就说明了 De Morgan Law。 De Morgan Law、De Morgan Law 是在讲什么东西、各位看、你可以有很多集合 A1 一直标好标到 AN， 那这么多集合啊，我可以做连集起来，但是把它 complement 掉，这个结果啊会是第一个集合的 complement 交集第二个集合的 complement， 一直交集到最后一个集合的 complement， 这是连集的 complement。 那交集的 complement 呢，那就是格子 complement 连集 complement 后的结果。好，这个等式要成立啊，这个我们叫做 De Morgan's Law。 好，集合的相等哦，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形式 equality。 好，这个集合的相等哦，我们曾经用过好多方法、最原始的定义 A 等于 B 嘛，就是它元素要一模一样。再来我们可以用 A 包含于 B， 然后 B 包含于 A， 这也是证明它相等的方式。那这个呢是第三种，为什么？因为我们引入所谓的 membership table， membership 元素隶属表，membership table， 我们用元素隶属表、来看看集合之间的关系。好，如果是 A 啊，我们用0表示、不在 A 里面，1表示在 A 里面的话，那么 A 集合啊就可能有这些元素所构成哦，在 A 里面、或者不在 A 里面，对不对？可是 A 的 complement 就发现哦，你用元素隶属表的话，不在 A 里面的 complement 就是在 A 里面啊，在 A 里面的 complement 就是不在 A 里面啊。 OK， 所以不在 A 里面的否定那就是在 A 嘛，在 A 里面的否定就是 不在 A。 你会发现用元素隶属表、在不在 A 里面，用0和1来表示的话、其实好像可以用叫做 logical operation 来解读集合之间的关系、确实啊，确实、所以我们再把 A 用0和1表示在不在里面的话，那么 A complement 很显然的不在 A 里面，那不在 A 里面它就会是成立的，在 A 里面，那在不在 A 里面它就会 complement 掉了，那就是0了。 OK， 所以我们就利用 membership table 就把 logical operation 跟 set 的 operation 有所关联了。我们再扩展一下，如果对两个集合来讲，那不在 A 不在 B，不在 A 在 B， 在 A 不在 B， 在 A 又在 B， 如果我用0和1表示它的 membership、存不存在的话，那集合的其他运算、各位就看一下，不在 A 也不在 B， 那在不在 A 连 B， 不在，在不在 A 交 B， 不在，在不在对称差 B， 不在，在不在差级也不在。好，我们就把这个表把它填完、比较特别的我们来看好了、各位看，这个是交集，就是就在 A 也在 B， 那么在不在 A 连 B， 在不在 A 交 B， 在不在 A 对称差 B， 在不在 A， 什么是 A 对称差，就是这个、各位还记得吗？ A 对称差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但是不在 A 交 B 里面的好，那它在 A 又在 B， 那就表示东西在这里，对不对？可是对称差 B 是要在外头的、
所以当这个是一的时候，它会是零啊。哦，再看，什么叫做 A 叉及 B？ 就是在 A 里面，哦，不在 B 里面，不在 B 里面。那你看啊 ，A 又在 A 又在 B， 那可见它是在 A 交 B 里面，在 A 交 B， 在 A 交 B 里面的东西会在 A 叉及 B 吗？不会啊，所以它就写零，写零。好，所以这个元素隶属表跟集合的运算，哎，彼此之间啊，彼此之间好像可以用 binary 的叫做运算，就 logical operation 来表示。而这个表示的结果啊，好妙啊！这个你可以用 or， 这个可以用 and 哦，我们 or 用这个表示 ，and 用这个表示好了。好，那差级跟对称差就也很像了，好不好？各位好好整理一下。好，别忘了这个元素隶属表就是 membership table。好，我们就可以利用元素隶属表来做集合等式的证明了，好不好？哦，譬如说刚刚有这个定理，对不对？刚刚有这个定理，我们用 Venn diagram 介绍，哦，但是现在用元素隶属表也很方便。为什么？因为你就把 AB 的所有可能00011011、哦，属不属于，就是有一个元素在不在 A， 不在 A， 在不在 B， 不在 B。那来看他们的是否这个等式要成立，哦，那你就把 A 叉 B 求出来， B 叉 A 也求出来，两个做 OR。 那 OR 我们讲过，哦，OR 就这个连集就形同 OR， 对不对？所以 OR 的结果出来了，那这是 A 对称叉 B， 那你就看这两个 column 有没有 truth table 一模一样，用 truth table， 用 membership table 来当 truth table 用，哎，对，没错，你就发现它的等式成立，哦，就会非常的明显，只要它的 membership table 一模一样，它就相等了，哦，这是一个很好用，对我们 computer science 的人来讲，这是太亲切了，对不对？好，再做一个例子，这 ABC 有三个集合了，不要怕，我们就把00001一直到11列举出来，然后去做它的logical operation， 哦，这是做交集，那交集只有它是一嘛，那这是去做 complement， 可是 complement 就很简单，哦，原来零的变一，一的变零，然后等号的右边呢 ，ABC 分别做对应的 complement， 然后再把它做连集。那你就观察这个等号的左边 membership table， 等号的右边 membership table， 两个有没有一模一样？有，等式就成立了。哦，原来前面没有详细的证，或者用 Venn diagram 证，还不如直接用 membership table， 哦，更一目了然。好，那这个等式各位也就自己做一下练习。